哦，同行，在梦想中你是唯一。多少勇气才能前进，找到勇敢做梦的心，遇见了你就是奇迹，让我拥有全新的生命。 Oh someday someday 找到自己，我是归零。 Oh someday 想起了一直陪我奋不顾身的你，陪着我前进，不管什么风雨你都答应，会听我听到底，又是我从来没忘记，我们的约定要成为彼此独一无二的旋律。前进，在风雨中我遇见你。哦，同行，在梦想中你是唯一。高高低低没有捷径，一起干大事。我就像一个贝壳，你就像一粒沙，固然有棱角，但你有了我的爱也会幻化成珍珠。一，我很喜欢你，请你跟我交往吧。大明哥，你先起来。你答应跟我交往了？不是，我……你还没答应我，我就不能起来。哇！大明哥，谢谢你对我的心意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但是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是我今天的蓝色你不喜欢吗？还是你讨厌巧克力蛋糕？还是我的肌肉线条不明显？我都可以改进啊，只要你喜欢。都不是，大林哥，你人真的很好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是谁？我认识吗？真的是我认识，是谁？大林哥，你就别问了，我也只是单方面喜欢那个人而已。我跟他说，只会造成他的困扰而已。可是你不说，我会一直乱想乱猜，我会不甘心。会以为你是为了拒绝我，所以随便乱说的。拜托你告诉我，
你是真的有喜欢的人，还是不喜欢我，所以随便乱说的？你喜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对不起，大林哥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你。够了。大林，干嘛？你干嘛来？给我拉我们啊！大林，放手。很哇，很痛啊！干嘛啦？告诉我，是阿武还是子良？好啦，我很快就补足的。你只要记得，我是对你最好的哦。嗯，爱你。嗯。哎，补什么？没什么啦。该不会是跟你那个新欢有关系吧？哎，没有的事。哎，你是刚刚才来的吗？刚到啊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么急啊？我刚要去运动，哎，就被你扣过来了。也没什么事啦，就是阿莲姐，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？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哦，到底什么事啊？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啦，就是只是想要跟你借点钱。你工作没啦？啊，不是啊。只是月底了嘛，手头有点紧。哎，你平常花费不是很少吗？而且我记得你都有存款呢。哎，那些都是定存啊，领不出来嘛。哎呦，我也不会跟你借很多啊，就两万就好了，两万，下礼拜领薪水我就还你了嘛。好吧，好吧，等我运动完，我再去领给你啊！啊，我现在就要。我，可是我没有带体验卡出门啊。我是说，我跟你一起去拿提款卡，然后再一起去领钱嘛。我真的有点急。哦，真的，你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走啦。跟你说，这个征战市集上面什么都有卖，不用出门也能逛市场，而且啊，它标榜只卖真食物，不卖添加物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家的猪肉也可以在上面销售哎、欸。喂，哦，哎、欸，你干嘛现在才来？想偷懒不想运动哦？先不要谈运动的事情啊，我问你们，碧如啊，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你为什么这样问啊？他跟我借钱啊。他也跟你借钱哦？也？就前几天啊，他临时约我出来跟我借了3万块耶。他跟我借了2万块，而且很急，马上就要。哎哎，这就奇怪了，你看他工作稳定又有积蓄，干嘛跟你们借钱还借这么多啊？所以我才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、啊？没有啊，我看他前阵子都很开心，每天心情都很好，不像有出事的样子啊。我看啊，照他这一个礼拜借一次钱哦，下个礼拜肯定又跟你借了。啊！这吓死人啊你！哎，会不会是跟他那个新恋情有关系啊？我刚才呀、啊、去找他的时候，听到他在讲电话，说什么尽量补上。我爱你。哦，这肯定有鬼。
林庆远，依依不想说就不要逼他。大林，你应该要尊重依依的想法。我没有要逼他，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，一个可以让我死心的答案。不讲清楚的话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死心。好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收收回去吧。没事啊，走吧。对不起。都是因为我害大家现在都不开心，虽然很不好意思，是我自己单恋那个人，我不想要看他因为我有负担，但是我更不想让大林哥这样不上不下的。所以我决定把事情说清楚。小林哥，我喜欢你。啊！我？不是。怎么会是我啊？我这样怎么面对大林啊？老天爷啊，你这是在整我吗？我是很想谈恋爱没错，不过不是要这样搞我兄弟的吧？户头里的还有跟朋友借的，刚好3万。来，收好，收好。对我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我刚才呀去找他的时候，听到他在讲电话，说什么尽量补上，我爱你。美珠姐，妈，我回来我。比如，你冷静一点呐！哎呦，我怎么冷静？你看衰我的爱情啊！我没有看衰，我是怕你被骗。我能有什么东西给他骗？钱呢？那个都是我自愿花的，他没有跟我要求，他反而还心疼我，为他花了太多钱。小姐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要阻止你谈感情，好不好？但是我真的很担心你，现在外面坏男人很多，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啊。我知道我最近花了很多钱，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觉得我被骗啊。我们姐妹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我找到了一个真爱，你就不能说一些祝福我的话吗？你知道这两个月来我有多幸福吗？终于我不再是一个人了，有人疼我，有人关心我，对我嘘寒问暖的，
在我寂寞的时候愿意陪我。小姐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我，你有何叔，你有丽莲，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啊。不一样，你们都已经结婚有小孩有老公了，那我呢？我早是一个人，晚是一个人，你们都不知道我的空虚寂寞冷。而且你知道市场人都怎么说我吗？他们说我是没人要的老处女。你知道这话有多难听吗？你知道我有多难堪吗？丽蓉，我不需要你同情，我只是想要找一个归属，难道有错吗？我的条件就这么差，不能像你一样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，不值得有人疼有人关心吗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哎，李如，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宁可轰轰烈烈的爱一次，我也不要像死人心电图一样，一次波澜都没有，就结束一辈子。妈，还好吗？没事。你在玩什么气球啊？你要不要让人家睡觉啊？我很烦恼嘛。你有什么烦恼比我还烦啊？跟大林有关啊。哦，你们两个不是好兄弟吗？啊，男人闹什么别扭啊？有话直接讲开嘛，大不了打一架啊。不要再给我玩气球了。哎呀，不接电话都几天了，林庆元，你再不接电话，我直接杀到你家去哦！谁管你有没有沉淀心情啊？我妈说的对，大不了我们打一架嘛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小林哥，我知道你去送货，所以我特意在这里等你回来。你等我有什么事吗？你跟大林哥有联络了吗？没有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关系，害大家变成这样。这也不是你的错，真的。是我，如果不是我，大林哥不会不联络你们，
你们明明感情这么要好，却因为我的关系闹得这么僵。你不要想太多了，大林他真的暗恋你很久，他也是真的很喜欢你。你要他放弃的话，你肯定需要给他一段时间啊，对不对？等他调试好心情，过一阵子就没事了啊，不要担心。干大事不会因为这样就没了吧？不会啊，不说这个，光是我、大林、田心慈还有李欢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到现在已经快20年的交情，不会就这样没有，你放心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不要小看大林啊，他的心胸是很宽阔的，比太平洋还宽呢。他是个超级大暖男，你不知道。没事啊。碧如姐，我知道你需要时间冷静，但你自己心里有情绪，你不发出来，不然我们俩打一场也可以啊。麻烦你转告一下美竹姐，我正式退出珠联璧合。朋友，坐到这。哎，想不到我们女子都遇到朋友的关卡，我们珠联璧合呢也瓦解了。你们干大事也分崩离析啊！啊，我想到了。即使开始从我们在一起。